同时请来五位超级瘦的骨感美少女，要请大家猜猜看，这五位看起来弱不禁风的美女，哪一位竟然是运动高手呢？掌声鼓励！生前，那欢迎第一位杨子欣已经来喽。哎，杨子欣17岁，169公分，42公斤。太瘦了。什么叫做瘦骨嶙峋啊？就是她这个女生怎么会瘦得跟干瘪的司机都一样啊？在前面一点，真的好可怕呀！大家有没有看到？瘦到衣服要别的要命哎！哎，后面就把它别起来啊！不别就直接掉下去了，陈建。哎呦，天哪！厉害厉害！真的哎，你这样感觉好像风来就吹倒一样的啊！啊，我想到像燕姿真的很扁很瘦哎，身高169。就是这种感觉，体重对他高哎，42公斤，169，42，对啊，凶散，17岁，我都要减肥。然后穿黑丝袜的时候，会让人家说笑说是烧焦的焦啊咖，对啊，因为黑色看起来更瘦。你这样很没有气力耶，会不会？气力，对，比如说火灾，你喊救命啊，一边气。救命啊！是吗？他可以啦。你现在是卖肉粽，救命啊！猪无比，猪无无无贪，海渺茫茫。听我讲什么？腿太细的人，他们会说好讨厌哦，我真的很讨厌穿短裙耶，因为这样脚好恶心，太瘦了。我每次看了都觉得很生气。但是说真的啦，我没有没有。对，小腿很好看，真的。说真的，太瘦穿裙子有时候是很恐怖。妈妈经常炖药帮她增胖，但是丝毫不见成效。没有用，真的是没有效。你妈妈也很瘦吗？没有，遗传是谁？爸爸？没有遗传，从小就这样。唯一会胖的就是脸。对。好惨。瘦子都只胖脸啊。那感觉像一根棍子插了一个贡丸，有没有？身体一直瘦瘦瘦，上面只剩下一个头了。太瘦了。对，没办法，有男朋友吗？现在没有。如果有男朋友的话，爱情的滋润应该就可以变胖了。叫他就是疼你，把你养胖。对啊，男朋友带着他到处去吃东西。对，我很怕遇到那种如果很爱吃的会害死我们呢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就这样不好。喜欢哪一类型的男生？酷酷的。酷。今天这么多男生，酷酷的喜欢谁？酷酷的男生像周杰伦那一种，还是温柔的男生？品冠呢？温柔的还是酷酷的？这两种选立美，这样 tomorrow 两个你选一个。啊，我选黑的白的。我选 yesterday 好了。觉得他感觉是没有什么自信，这个是不可以。怎么会？他那么漂亮。没有啦，第一次上节目。那么特殊的癖好是把玩特别粗的毛。怎么说？你哪里有头发？你会不会拔？会会，我也会。你会找头发在公共场合拔完那些特别粗的毛吗？会，有些头发会特别粗、特别黑，对，拔起来特别不痛，对，然后就会一直玩它，然后再拉它。对，我找到知己了。像你一个大头鬼了，真的是吗？那这么怪异，人家觉得很奇怪。喜欢打篮球，但是越打越瘦。好可怜哦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。你好像怪我哈。我没有怪你。对呀，你那个脸呢？那你以前交男朋友会不会希望你吃胖一点？会啊，会，都会。可是就是胖不起来，没有办法。他那种感觉好像这一口气没吸进去就挂了，这样。要这个都这样子啊。讲话永远没气力，这样。对。你要用丹田的力量。丹田在这里来收。你不要闹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感到？肚脐下面一点。你要摸实在一点，对。哎呦！有没有？有。好害怕哦！试一下，你自己摸的，我不能摸。低一点，低一点点。对对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真的蛮虚的。一二三。有吗？他没有声音哎。你是有滴尿出来的。瘦了，你这个怎么？17岁不准哦，我觉得。对呀，有什么想问他的？我17岁也很瘦。姐，来。你最胖的时候胖到几公斤？我说姐姐问一下，结果真的姐姐问。你有吃我还是吃？那妹问啊，你给妹妹问一下。姐啊，姐你问题。最胖的时候胖到几公斤啊？48。那 OK， 你刚刚好差不多。可是都在脸。都在脸，都在脸，吓死人呐！就双下巴，
哇，我的妈！对，好好加油，好吧？那今天要让他选的是什么呢？平常他们五位当中有一位是运动高手哦。这位旁边做一个这个摆一个 pose， 一二三。很酷哎，他。哎呦，好好好了，旁边休息一下。哦，这个脸色苍白啊，但我觉得有点太瘦。真正健康啊，我个人是喜欢像小乔这样。你不要，我也很健康。平常那边一直骂人家，然后今天才夸一天。现在才18岁没，可是你真的很，你不胖啊，你有问题哦。对呀，那么烦恼那么多，你很瘦啊。好，第二一位，他的名字好好听的，就叫简洁。哇，好简洁啊！哦，好简洁。简洁18岁158公分，35公斤。哎呦天哪，你看那个腿啦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脚啊卡。走个台步，来，没有办法视线离开他的腿，太瘦了啦，我觉得穿衣服很难穿。哎呦，小倩，然后他现在就看起来像小腿长到这里一样，因为粗细都一样。哎哎，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简简。简简简简简，这是真名还是艺名啊？真名。妈，名字取得真好哎。简简是家里面最瘦的，是遗传吗？嗯，对，家里的人都很瘦。所以你看，这遗传就没办法了。我目测觉得他还不错，哎，就是有该有料啊，能穿读小学妹妹的衣服，连自己小一的衣服都还能穿。你是不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妹妹？嗯，她对，她有来吗？看过，真的吗？没有来。在哪里？她妹妹也很漂亮啊。哦，是吗？电视上看到。全家都美啊，有名。那么轻薄的他常常成为朋友们锻炼身体的工具。把你举起来吗？对，就是会把我扛在肩膀上。是吗？对，然后我可以背五个你，我都背得起。男生还是女生？女生，女生。嗯，然后可以抛几公斤？我吗？36。啊，36。哇，36公斤太瘦了啦，会不会？瘦哎。你们有交过36公斤的女朋友吗？会怕把它折断吗？对啊，会折坏。对呀，我都觉得40几公斤就已经很瘦了，30几公斤我觉得不像是一种物体。我第一次看到30几公斤的，抱也不好抱啊，其实。因为会很痛。对对对。背的时候都是骨头。嗯，怕受伤。是，对自己的身材有着非常矛盾的心情，怎么说？嗯，就觉得很瘦，然后就不好看，穿衣服也不好看。可是很瘦就可以，就是做一些。可以功能，哎，你这骨头，我的妈！你能不能侧面我们看一下？看看，哎呦，天哪！哎，你可以去拍肌肉。我现在真的觉得我很健康哎，我真的觉得，哎，男生都喜欢我的感觉。家里多肉，没有逼你吃一点东西吗？会啊，就都会一直问要不要吃，要不要吃。你自己不会厌食吧？不会不想吃？不会，不会。吃跟拉都很正常，很正常。所以你胖都胖哪里？脸。但是其实你像镜头脸也不是胖。就是真的全身上下比起来，就是脸比较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所有朋友们，这个你太瘦的时候啊，这个有时候是不太健康的。可是他不要一直去减肥啊，天生的。好悲哀啊，哈，瘦成这个样子，应该有一点才艺吧，或什么，要不然你的人生会不会很黑暗？没有啊，很瘦就可以表演那个很瘦的啊，真的吗？来表演一下，哎，表演很瘦了。这样子，哎，两位阿姨表演已经很瘦了，阿姨这样瘦谁啊？童年好不好？表演很瘦，哎，他表演很瘦的骨头，好，这样子，可怕哦，这边整个是可以那个，整个是可以倒酒来喝了耶，是一个情绪哦的感觉哦，我好想摸一下，哎，我也可以耶，你的就不想摸，嗯，可是我的是瘦中，看旁边好像还是会嫩嫩，他就是。骨头哎，真的，你可以摸吧？可以吗？可以。不方便吗？哦，这么高哦。没有，等金钟奖过后。他今天要乖，乖。你刚刚说了这么多脏的东西，让你久等。好好好好好，那对我们镜头摆一个 pose 好不好？一二三。超骨感美女。耶，好可爱哟！怎么会这个样子？真是。好，谢谢，这是我们二号了。接下来欢迎我们第三一位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佳佳小姐，欢迎佳佳，17岁，170公分，39公斤。哎呀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塞，太恐怖！
30公分，39公斤。哎呀！哇哦！哇哦！哇塞！太恐怖了！天哪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真是！你才70公分，39公斤，他是全身都瘦，包括脸。可是他也是有的，以一个瘦子来讲，他有哦。你好适合住在美国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他真的很适合住在美国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衣服穿吧？他真的很适合住在美国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美国有 Halloween， 万圣节啊。没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他走出来，真的。你好坏啊！可是你好瘦，很好哎，就是好像该有的东西也有。嗯，还好。哎，他们好瘦都没声音了，跟大家 say hello。大家好，爸妈都觉得他这么瘦，让家人很丢脸。对，好像家里没有钱养他。你看侧面，他那个骨头，你那个，侧面，这是他的骨头，这是骨头，哎呀，好瘦，好可怕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哎呀，我根本不敢摸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有一个角度哎，你看，啊，好瘦哦。不太会防我，我们俩，我们今天录完影，我请你们等一下五位，我前面吃饭，好吧？我很少录完影要请人家吃饭，你有吃饭吗？有啊，我有吃饭。干嘛放那么悲惨的音乐？感觉家里环境不是很好。那你吃很多吗？还蛮多的。那你是遗传吗？对，应该是遗传。母亲也是，都蛮瘦的，我们家人都很瘦。好瘦啊！他好衰哦，在路上遇到变态就算了，但变态还嫌他太瘦。你变态就变态，你嫌什么嫌啊？你真的好方法。对，你嫌什么？你变态就嘿嘿，哦，好瘦哦。不是那种变态吧？没有，就摸我嘛，就摸我。他摸你，然后还想说太瘦，摸怎么那么瘦？就从肩膀摸就背，然后摸到腰这样，然后就走了吗？他就说：“你怎么那么瘦？”然后就没有继续行动，就对了。没有，就一直问你有的没的。你可以试试前面哦。变态还跟你聊天呢。对呀，快快，还怕他吃太少。怎么那么瘦就跑掉了？没有跑掉啊。没跑掉。那你也不跑？然后你们俩我都问路，把家人都会这样讲。你刚看他的骨头，我真的是对呀，就是还无法回神，好像他口袋有放个东西的感觉。手机是上斜的，是骨头。不行啊，你安娜有没有看过医生或怎么样说你这么瘦？没有啊，因为我觉得还好哎。因为如果他对啊，其他精神你跟其他人比是对你们都很正常，但一站在我们旁边就太瘦。对，我干嘛要站这么近啊？170公分应该要有49，那你却只有39哎。呜，突然打冷战。哦，真的好瘦。好好好，这是我们3号摆一个 pose 好吧？1、2、3。谢谢。掌声鼓励，好厉害啦！欢迎第4位 ，Randa 来到我们现场。Randa 21岁，173公分，42公斤。哎呀，瘦得很健康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很不错。这个可是好窄哦。也是瘦，他是窄人扁的那种。来，走个台步。好瘦。天哪，今天哎。Randa 他是全家最瘦的，家人都叫他非洲难民。啊，天哪。跟他 say hello 一下，谁？纸片人吗？大家好，我叫 Randa。交过的男朋友都说要养胖他，直到分手那一天，胖的永远是那个男的。那你吃不胖？好幸福的感觉。现在你跟他交往过吗？没有啊，那真的是这样吗？最近瘦了，真的。我有瘦吗？有啊。是吗？最近好瘦。台风天走路十几分钟，走路十几分钟还在原地。好可怜。乱跑啦，怎么可能？不能撑伞。是因为你完全走不，完全不能前进啊，风就很大啊。那你就吹了老半天啊，算了，干脆待在那边。吹牛吧。骑车从慢车道被吹到快车道。真的假的？是你的车子的问题吧？修好吗？那我呢？我就不相信你没有被吹过。他一定没有，因为他都坐车，他不骑车。干嘛？得意。我们第4位，好吧，面对镜头摆一个 pose， 1、2、3。
瘦，我瘦到真可怕，你看。第五一位，欢迎小想。小想21岁，171公分，45公斤。这个也比较正常，但也是很瘦。对，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正常多了。杨景华，来一个。他们说他像杨景华，哎，真的有，应该是鼻子那边。很像外国人，171公分，45公斤，其实你是标准的，但还是太瘦。瘦也是吃不胖的瘦的。对，吃不胖。然后也是遗传自家里。对。全家都瘦。妈妈有点胖，不过很可爱。哦，对对对。你瘦的很好看，她就是妈妈交代她一定要这样讲了。她就是那种被打死的，前凸后翘但又瘦的女生。对啊。哦。所以很好 ，perfect。好，那身体会不定时疼痛啊。应该是说我很容易就是突然撞到，然后没有感觉，然后摸到才发现哦，这很严重这样子。啊，这个我也有这个问题。最瘦瘦到30几公斤，台风天差点被吹走。我现在相信你了，好，真的吗？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啊，就是赫伯台风，然后那时候我想去买看早餐店有没有开，我就撑那种很大的伞，然后我就走，然后就觉得突然觉得怎么轻飘飘，就觉得好像快要变蒲公英了。蒲公英的感觉我没有过哎，觉得自己轻飘飘，然后像蒲公英一样，然后就慢慢就飞起来了。没有啦，就是最后我就很害怕，我就把伞收起来，就淋雨跑回家，就觉得风太大这样子。好，哎，五位请到我们底下来了，各位。五位美女瘦归瘦，但其中有一位是了不起的运动高手哦，别着急，先让来宾猜猜看吧。好，来，你觉得是哪一号？我们觉得是5号吧。5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具有那种跳高选手的特质。跳高选手，哎，对，欧洲那些跳高选手啊，200公分哦，女生，对，很瘦的，对，才跳得高，很修长这样。好，来，我觉得是1号哎，一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在他们在五个当中，他在五个当中算是最算是比较均匀一点的。虽然五号应该5号算是比较比较丰满了。对，但我觉得1号他是可以是运动高手的那种。那你感觉上到底是几号？一号，好，梁静茹姐姐，我觉得是3号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会那个跳远啊，跳高，很瘦，那么瘦哎，没有，因为那个运动选手如果过量运动过量，从小也会瘦。就会拉长，而且吃6-7碗，对，他吃很多哦。我觉得有可能是3号。卓文萱小妹妹，我们觉得是4号。哦，为什么？肤色，他其实肤色像运动员，其实就是比较黝黑一点，而且他的腿型就是有点，其实有线条有肌肉的，看起来很健康哎。对，如果从腿来判断，我觉得3号跟4号都有可能。因为我穿最多了，运动嘛，因为他运动呢就有可能。来，若兰，像我们一样都是4号，也是4号，对，就觉得他看起来就是很会运动，然后很健康的感觉。好，强变乐团，你们觉得？我们觉得是4号，因为我觉得是从个性来剖析，因为喜欢运动应该是比较刚强。哎，有道理。好，我问你，当中哪一位是我们真正的运动高手？神。好，你不胜却胆，请出列。几号？请出列。4号。答错。好，我也猜错了。好，来，推进来，推掉。我跟你讲，4号就有那个狠劲儿啊。这个就是不吹牛的耶。它是什么的？墙壁。哎呦天哪！我的妈哟，各位。什么来着？什么来着？各位。啊。这一坨可不能骗人啊！哇，冠军女子组校庆路跑赛，跑步的冠军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你是跑步的？没有，其实基本上我是先开始跑田径、打排球，再来是射飞镖。你好酷哦！才多艺，这个封面就是我。这是你真的？我怎么干嘛拿这本啊？是吗？我看那里面这个呢？这个里面有我，就是做教材。随便半夜都是他哎，对，哎，真的封面就是他了，这个真的可以证明有没有？你很酷哎，那里面教材以前像个男生，对呀，不
会啊，你好正哦。不，我们今天呢这段访问呢，我让我们觉得就是说，女生呢不断在追求瘦这件事情呢，有时候不要把它变成太病态，好吧？对。我们当中有几位三号，你那个看到我瘦也要瘦的健康啦，这是重要。对啊，一定要把自己身体养好一点，这才好，好吧？再次谢谢他们，给他们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。能够看到你的表演啊，那真是一生之荣幸啊。我这次来这边呢，就是讲一个庆祝。其实呢，我们呢这个扑克牌啊，有很多副，这个都是全新的，不要说哎什么魔术牌，这全部都是没错，这个都买的啊，制作单位买的啊。我们公道一点，是由康康啊，帮我们随便挑一副给我好了。对，这样子，那就这一副了。好，所以一般呢，签数来讲呢，最主要就是记忆力。对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呢，啊，来做一个示范一下，就是说，啊，怎么样把这个牌，用记性记住它，记下来。哎，记住。一副扑克牌有几张？52张。52张。因为你，知道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呢，喜欢发第几张就第几张。是吗？对。那我们很简单，我们随便洗一下，好，洗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啊，整副牌现在乱七八糟 ，OK， 哎，全新的牌，它洗这么两下这么干净 ，OK， 好，我们请洛洛好不好？啊，洛洛，随便洛洛抽一张，洛洛随便抽一张，抽一张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随便抽，随便抽完不要给镜头看，哦，不要给镜头看，等一下人家说，哎。你是看镜头的哦，有道理，还是压住，压住啊，抽完就放着。OK， 好，请你随便挑一张，好，不要给我看到。这样，好，如果我感应错的话，奖金100万，奖金100万，对，感应错奖金100万。那我这个要做一个就是见证人啊，关你老师，如果这张牌不知道它是多少的话，奖金要付给人家100万，就这样决定。绝对，红的方块9，来。方块，现在都没有人看哦，对对对，连我也没看，老戴不知道，来，直接翻给镜头看，方块九是不是？各位观众，方块九，哎呦，哪里来的？哎，这个已经到了太可怕的地步了，怎么可能？是为什么会这样？会不会整副都方块九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？我们给小燕子啊，小燕子好。试一下，来随便挑一张，你随便挑就可以了。好，随便挑。我就很固执。好 ，OK， 好。好。但是女孩子挑又不同了，女孩子挑呢，一定呢要抓住我的手，要感应一下。哦，心电感应，感应。抓住我的手，感应错的1000万。老师啊，哦，1000，女孩子。对，当然了，有搓手嘛。女孩子有1000万 ，Nono 才100万。对对对对对，差那么多。女孩子拖住我的手，如果抱住我呢，就5000万。你不会给我5000万，我不要。那没有，1000万还是抓住我的手。心电感应手好了，好吧，来来来，不好记忆。好像是可以哦，你要给他一千万，哎，变500。关我屁事，我只是享受右边的愉快，我也牺牲了左手的痛苦。赌神嘛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过了过了过了。我也来参与，红的。红不是，看一下看一下，红的不是是什么？不是嘛？那是黑吗？确定吗？好，黑的，黑的梅花，黑梅花看一下，黑的梅花，瞄一下瞄一下，五啊，我们5个人嘛，对不对？五啊，来，请打开给观众看看，一进到黑的梅花五吗？来，1、2、3，哎呀，猜多少？哎，对不对？我真的，所以呢，你欠我五。500万，关我什么事？500万，这也要你？那刚刚说用记忆，他就这样子就记起来。其实呢是这样的，真的吗？我们呢一般啊，我们学赌术的，当然了，从一张开始记，记它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如果呢，啊，通常很高
抄的一些老千呢，是啊，好像打麻将一样，一样144张，他都可以记住。我现在练到大概是42张，嗯，我还在努力，因为刚才我给他抽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办法全部记住。哦，给人家抽的时候，其实呢，他在抽，我们叫记住他的位置。哦，记住他的位置。好，那讲可能你不清楚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。因为你记住他的记他的位置啊，对啊，牌的，但是你还要记住他的等一下会在哪里啊？因为你洗牌嘛，会洗得乱。但是我们不能洗，因为我们不是变魔术。当然，我们这个是签数啊。签数。OK， 请啊，请宪哥帮我们随便签你的大名，对。签红笔不吉利。对啊，鸿运当头不会啊。哎，过年嘛，我不迷信这个，所以 OK 的。好，现在是。全世界只有一张啊，对，这个签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怎么样呢？很简单，把这个放在上面，放在里面。好，我倒一下，你知道在第几张吗？啊，你这样你就知道第几张了？大概20，没有36张，来，是吗？你再帮我倒一下，怎么可能？倒一下，对，那我们一镜到底啊，我们给。啊，评判再倒一下，证明厉害。对，倒牌，他是倒牌吗？倒牌，这样就知道第几张。现在47张，对，你再倒一下，对，因为他倒的很少，现在，对，在26张啊，最后 ，OK， 等一下，很多，这是倒多。好，我们一进到底啊，好，唱多少？好，好，洛洛来猜好了，现在第几张？康康姆在那里，这个是康康。康康猜好了，康康猜好了。我这么不红吗？啊，是。我来猜第几张啊？对，随便。刚刚到那边是26张嘛？到我26，32。错，第七张。第七张来。哎呦，真的吗？康康啊，来，宪哥帮他一张张这样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 ，OK， 那就是这一张。如果不是刚才宪哥签名的五，暂停一个吴宗宪的五，刚才讲错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来，请打开。你这样搞得我好紧张啊。对啊，就这一张是吧？一一哦，对，不是的，你跟他老，就这一张是吧？对。宪哥手上真的握有自己的签名牌吗？签名了！哎呦，天哪，这个一连站在他身边都毛毛的感觉啊！哪里哪里，你有没有装针孔啊？你其实呢，这种呢，就是你要每一张牌记住，然后你在作弊的时候呢，人家呢高胜的人呢，他就会知道在第几张呢，他就可以发牌的时候抽出来发给他自己人或者自己。有这么神啊，哎呀，但是如果你会这个都没有用，因为你要洗牌嘛。那像我们跟 NONO 在玩大老二老是输，那个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没有啊，随便再拿一副哈。哇，他用牌好凶。对，为什么要老师？你等一下那个变完的牌哈，对，给我，因为你变几次而已，因为我们玩牌很需要这种小蜜蜂，没关系，材质比较好，这个最高级。因为宪哥都说我买一副20的好难玩。好，为什么我要多拿一副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牌已经排好了嘛。我排好。时间关系不要说啊，重新排。那我等一下洗牌啊，我会洗给你看呢，52张可能哦，没有一张会乱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好，那现在我们给镜头带一下。可怕了，可怕了。现在是新牌嘛？哇，真干净，有没有看到？一到老 K， 一到老 K， 然后老 K 到 A， 老 K 到 A， 对不对？没错，对，没错嘛，黑红 ，OK， 好。那一般来讲呢，变魔术大家都看得多了啊。变魔术呢，它一样可以洗牌洗不乱啊，讲倒牌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呢是变魔术的，在赌场呢就不能玩了，因为你这个玩来玩去呢，还是一样，牵你个大头鬼，奇怪了，哎，刚搓成这样洗耶，出来还是一样啊，没变啊。对，这个是魔术的，我怀疑1到13都粘住刚好。我的妈，这个太厉害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呢，赌钱呢，你去澳门、去拉斯维加斯都是一样，它都是放在桌上这样洗牌，对不对？这种洗牌呢，啊，看起来洗得很乱，
你可以看一看，一样是一站不乱，是没事，好可怕。你看一站都不乱，他已经练到可怕哦，那个眉章厚度都对不对？不想得到。安迪老师，你过问题是你刚抓开来，你已经切开了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怎么还是一样？所以看我们整个节目了好了。不是你这样，你这样观众朋友心里面毛毛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讲。他也没学到，坐计程车都要赶快回去。老师，你照片会不会被贴在外面？对，是。那我现在把它解剖一下，要解剖。对对对对，因为老师来讲，你看你以前输了多少冤枉钱？没关系，以后看我们节目就可以。来，那其实我们呢就讲循环呢，就是洗来洗去都是两段的啊，有没有？有，从侧面看比较清楚。可能你看不到，我们讲。再切一个七，好，这样哦哦，两段上下拿出来，其实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这种是比较一些小老千的，小老千就是用这种洗洗牌的方法。当你洗得很对，洗得很快呢，就很啊，就扣住嘛。哎，乱了吧？不是，来哦，哎，那可以吗？这样，那这种叫做两。断色的洗牌的方法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还是不乱。但是这种呢，是小老千的做法。天哪，这个比较呢，学有一年以上的，他会三段色的。三段色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刚是两很多种，就分成两铺。对，小老千用，一直在那里循环。小老千用。我现在再来，这是三段色的，一、二、三，看起来呢，要好像洗的好像更乱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其实一样。根本没动，还是没动。最主要为什么要整副牌？吓死了！洗牌不乱有什么好处呢？很讲，很简单，把很多人玩收哈什么都是玩一次吧。对一次哦，收 hand 就惨了。对，所以输赢在那一次。你晚上玩的差不多一两点了，都在打瞌睡，对不对？他就会把整副牌换掉，换掉已经排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排好了洗来洗去不乱，发给你四条 A。发给自己一个同花顺，糟糕！哎呀，赌三万这么跳楼都是这样，想说一定赢了，没想到他是 kick 那个四条的铁支出来。对，我们是来一个同花顺，对，show hands。所以为什么要啊洗牌不乱就是这样。那刚才是上段色，上段色是怎么样呢？那其实呢，我还是反过一张，对，这样我们看得清楚。一次隔住，反上来。第二次，怎么可能？第三，来一、二、三，哎呦！那快的时候呢，看不出来。你眼睛看起来就是乱成这样，怎么可能？所以那个手指头要很灵巧。哇，那个太灵巧了。大家可以看，一样是一张都不乱。Oh my god！ 观众朋友，你怎么所以人家叫赌神嘛？所以那个香港那个赌术的电影，那个手就是老师的手。对，有一部分啦。对，是真的。但是呢。这个还是不是厉害，这还不厉害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小儿科。为什么练有三五年就可以？这个还是小儿科，对对，三五年马上端妇产科出来。还有多次的，这是很多段的。哦哦，对，现在是三段嘛，还有很多段，多段次，大家仔细来看一下，来啊 ，OK， 很多段的呢。我这老师还不是光说不练的啊？哇，嗯，怎么可能？这羞汗呐！那，你可以看到呢。洗好像洗的很多，对不对？啊 ，OK， 大家可以看一次，一进到底，一张都不乱 ，A 到 K，A 到 K，C 到 K， 对不对？谢谢谢谢。很少啊，看到这种扑克牌的牌戏啊，能够让我们起鸡皮疙瘩。哎，宪哥，哪里啊？赶快啊，我去帮你们两个订机票，你跟他去澳门。不行啊，他要先整容一下。我谢谢你告诉我过去是怎么样错误的。以后就不要补，以后真的不能碰。看我们节目就好了。洗牌的还没讲完，更厉害的啊！你有没有看过人家这个多段的？对不对？啊，练有二三十年呢，就会讲了啊。就是赌钱一定会用这种，另外一种啊，这个真搞错，这种要不同了，已经对齐喽。对，这样如果出来还是这样顺着的话，好不好？不可能，阿咪下来给你踹头。啊，这样洗一定很乱嘛，对不对？太凶悍嘛，这样太离谱了，太离谱了。观众朋友，各位观众请留意，各位观众掌声起来，来，这个不可
可能，不可能。为什么要洗牌不乱呢？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种情况？就不可能，这已经对插进去了。对插，然后又啪啪层层叠叠。因为拉斯维加斯就是这样洗，这个录影，好吧？那个小燕子拿回去给老爸看一下。知道过去。老爸早一点遇到你就好了。对呀，我现在飞哥都不敢跟我打麻将，一打麻将。只能给我赢十块，不能多，没有人敢跟你打嘛，除非是李炳辉吧。对啊，对对，两砸罗嘞。对对对对，再来，我们表演一下发牌。发牌来讲呢，一到他手里就问题。这是讲扣牌啊，我们很简单，来一个最大的好不好？好，来一个最大。那很多时候呢，你知道这张在哪里？那个四倍。对，配合你洗牌之后，你只要知道这个扣牌在哪里，你就可以发牌发给自己。比方他啊，洗到哪里都好，但是要给人家洗啊。哦。那我现在讲啊，做给你看啊。好可怕！我现在讲，这个在他旁边会起鸡皮疙瘩。好，洗乱之后呢，我讲了，我请评判帮我洗一下。对，小燕子洗，对，慢慢洗 ，OK 啊，很漂亮的小姐洗的洗的特别漂亮，对，这个 OK， 这个不是魔术了，这根本是个幻术了。要你怎么洗呢？如果还知道哪一张牌在哪里，你就可以发给自己。等一下我会把这个方法公开。所以没有看我们的节目就太可惜了。当然当然，真的对，真的是绝技。所以一定每个礼拜都要锁住看这个节目。问题是我们洗到后来，你怎么知道他？对，等一下会告诉你。真的吗？不用一百万，对，五十万就可以了。对，这个大小头一百两百了哈。对对。好，好了，这够乱。奖金九哈，奖金。可以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大家有看到，经过一堆人的洗牌之后，洗牌之后交到他手上，不管你怎么洗，他还能够用他的巧手变出什么，对不对？那各位观众，请留意，请你打开黑桃 A， 在上面，怎么第一张？第一张，对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各位观众，嘿，这个就是打野。这个不是变魔术，所以就经过一轮洗牌之后，到你手上 A 还是浮到第一张。这个呢，人家为什么呢扣住？通常呢是扣，比方玩大老二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就每一次都拿大老二就够了，那就够了，最起码不会输，老二发给自己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看看我是怎么样呢？刚才是把 A， 对不对？不管在哪里，我们先把它用方法洗到最底下一个。啊，就在最底下。然后呢？用小指这个位置，有没有看到小指这个？小用小指这样高一下，扣住，高一下。做暗号。那现在是不是弯了？弯了，弯了，对不对？弯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不管你怎么洗牌，不管你怎么洗牌，因为刚才有一张弯了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。啊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镜头啊，带一下啊。好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是有浮起来，有一点点浮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浮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呢很简单，马上呢就把它卡到上面去。对，然后再加你洗牌的方法 ，OK， 还是在上面。你还敢赌吗？我的妈哦，人家是真的这个十赌九诈，赌大他必有诈，所以对。但是这个 A 呢，洗在上面有什么用呢？很简单，哎，啊，我就发牌嘛，比方，很简单，啊，我发给他们，他们要拿到 A 绝对不可能，嗯，因为我随时可以把 A 发给自己，哎呦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一次，慢慢的发，慢慢的发，有没有看到？本来是这里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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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。哎，那你不是刚刚这一张在上面吗？了解了，了解。你会到这个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啊，人家哦，自己决定，他可以决定要发哪一张，对对对，发给谁就对了。哎，这个发大老二其中一种，但是呢，我们那晚收哈最好是两只 A 嘛，对不对？两只 A 很简单，我们在收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偷偷把它收在最上面，上面。收在上面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两只，对不对？那你自己想拿这两只 A， 加刚才的洗牌嘛？怎么洗都洗不乱，或者说啊，这种洗牌还是洗不乱。
啊，还是洗不乱，对不对？啊，洗不乱之后呢，很简单嘛，你这个 A 对不对，发给自己，对，好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 A 呢，其实一直都没有发，一直都没有发。啊，这个时候都还在，你就可以发两张 A 给自己。可是你这样来讲，这样用的，玩收他的时候就可以用。你从下面这样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不是下面。错不是错不是下面，所以不要乱猜，不要乱猜，可以签完自然讲，不要用猜的，看都很难看哦。OK， 我现在教大家，对，所以这个呢，一定要看我们节目，不是瞎猜一定输钱哦。对，但是不要用我的方法去诈赌，我是在这边公开呢，希望大家看完我们这个节目，叫大家都不要赌。好，其实呢，我是这样发的，那我推出去的时候，其实我推两张，啊，我。这里很小很小，好像一条头发的那一些比较差的老千呢，就是说小老千呢，他们会讲推出来就讲拿，这样就不好了，一定一点点而已，看不到的，这么小的，这样从这边这样拿出来，拿第二张，抽出第二张，对，可能看不出来，我们反过来，反过来，好，这样慢慢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手有在动，对不对？当你快的时候呢，不管你怎么慢呢，都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因为那个背面的花纹是一样，太花了，你会 confuse。对，然后我们呢，常常看这个电影，不是有这个赌神搓牌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搓赌神搓牌呢，啊，好像讲对不对？啊，有看到对不对？搓一下，老 K 变 J， 对不对？好。但是这种呢是变魔术，变魔术啊，这是魔术啊，这个叫魔术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吓我，等一下那个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，不，我真的慢不下来，他直接就飙上去了，一刀未剪的真实画面，赌神搓牌术，两手空空如也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张黑桃六，好，各位观众请留意，嗨，黑桃三啊。真的，刚刚六嘞！精彩压轴，赌神绝技，千万不能错过。但是呢，真正赌神搓牌不是这样，又麻烦你啊！刚那个是真的是手法，这要回去弹出来，少说练十年，真的练十年。赌神搓牌呢，我们呢一定要把袖子把它弄起来，不要说以为哎，在袖子里面藏一张牌，对不对？这样就不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准备啊，要秀手表。哇，这关你老师很烂啊！原来你洗牌不用，洗牌不用了，洗牌不用，没有那个相机比对面了。OK， 好，来各位，好，两手空空如也啊，牌你洗得很清楚，手给人家看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张黑桃六，好，各位观众请留意，嗨，黑桃三啊，啊，阿姨，等一下，哎，真的哎，那刚刚六呢？六就这样搓开来了，搓成这张了，哎呦，所以这种叫偷牌换牌。我们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再来一次，来，我三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慢慢来，慢慢来啊，搞得我都有一点紧张。来，三，算了，别张四。哦，三在这里。哦，刚那一招运用进来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又来一千万，好不好？猜中号码就可以了，不用猜这个颜色。什么颜色？对，不用不用。哎，那我们找十三个人来，一定会有人猜到嘛？还不行，拿六个可以啊，观众不算啊，不行，观众不算。好，那我都给你很大的 chance， 好。来，我们输给我一顿饭就好了。好 ，OK。来一个四，一个三，我输一千万哦。啊，这个六啊，很容易嘛。OK， 手都弄起来，慢慢来。OK， 请你问你几号，随便你讲号码。三，三，这里三，错了，讲这里。那我就四喽。四，不要换镜头哦。好，六八，三四。好，这样好了，不要换镜头，来，三，好，各位观众，都猜错了，是没有，你这
什么东西啊？你这连破三万的怎么做到一千万？对不对？十三个人都没有，根本就是那个跨油画派派来的，太可怕了，偷牌嘛，对不对？关迪老师，这真的是可怕。今天真的表演让我骂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，同时啊，等于是让我们的深思都真的要思考过。其实呢，我想就是公开一下。啊，因为过年了，很多人说，哎，我常常玩大老二，嗯，为什么每一次玩都输？对，宪哥都输给 NONO。现在过来玩一下给你看，对，破解一下啊。现在先玩啊，下个礼拜破解 ，OK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四条老 A， 对不对？首先我们要把四条老 A 很清楚的，我们放在里面，分开的哦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，四张二，四张二，对，啊，四张二，来，有没有看到是分开的？对 ，OK， 插进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最主要呢，首先我们要把四条二呢，要洗，怎么样洗在一起？啊，刚才分开的，现在洗在一起，有没有看到四条二是在一起？阿义和我，啊，各位，首先要洗在一起，四条就在一起了。对，然后呢，啊，这个二呢洗在一起之后呢，啊，就可以呢，发这个四个老二了，啊，好。你帮我这样倒牌，因为呢，发牌要看这个位置，对。倒牌啊。好 ，A 就是先发自己，对 ，OK， 好，很清楚啊。好，这样你自己发，你喜欢发哪里啊，都可以。老二，老二，老二，见他那个大头鬼。今天就赢一把就够了嘛！我今天要去汪建民家，你跟我去一下。汪建民不用用这个，他那个衰鬼，你要用这个。你再发一次大老二给我了。OK， 我们从这个倒牌开始，好不好？好，看大哥，来厉害了，倒。好，老 K， 老 K 要自己，我自己。OK， 好。好啊，大家看到我没有什么，那张康康不赢死，没有发第二张，对啊，铁之，所以如果说他带我去，我带他去，对，他都让我赢，人家不会，人家不会怀疑嘛，你们俩是 teamwork， 对，哦，对，好，好，没错，来，那大老二就是我这边的，恭喜恭喜，对对对，各位观众，把四张二拿出来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先拿。拿出来啊，二啊，那个脸都变了。哎，糟糕！哎，老天哥有四手啊，脸都变了。各位观众，不是林老师嘞，是僵尸给我干嘛？这里面没有啊，铁之石给。喂，哎，不错啦。看那里干嘛？会拿他中牌会中风哎，嘎不知各位，四张大。